善知识的教化，神地形的教化。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教化，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理为何啊！啊，不，神地形感觉啊，不然光真正经历是虾米会？那个我记得嘞，那么一年一今年我们一年一度聚会，哎，嗯，冬天有什么我们参加？哎，冬天有玉米吧，冬天有什么？哎，既然你来参加，那么我先，我先啊，我先啊，到底怎么？哎，那个核弹里面有什么啊？有什么在讲到这个呢？不觉转入正如门啊，这个不觉哈，不知不觉哈，这个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教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不觉的哦。啊，这是经典来说在，啊，不敢。不是在那跟我。哎，专理。不是啊，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说下面有几个人，如果是有人听到了。単なる言葉だけじゃなくて、言葉が生きて、時間が経ったら熟してく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那么呢、我们这个受善知识的教化需要这个时间来调守。不只是听而已啊，你要时间哦，才有办法调守。这个调守很重要。那个年纪轻的我怎么了？那个一干那个就来来呀，那啊，对，你要说起来，那你起来也带去。哎，嗯，我带你们，中年人们要听嘛，是不是？すごい急だっていうの。那么老师说呢，这个时间来调守，我们文法需要这个时间，然后当这个。这个调熟了，我们才会有一天啊，原来我想的都错了，那个就是调熟。嗯，是训练之后。所以呢，那时候他自己，他自己在那里。哎。一点该该这些都，所以，机会がなかったら、ご縁がなかったら。那么老师说，这个三生火岁呢，啊，这个是需要因缘的哦。因为你如果没有因缘的话，老师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过失在哪里哦。だからこのようにね、このように文句をしたことでも、何年か経ったら若い時に聞いておって。新人約束なんて言うてな、新一年を戻ったとか、何とか言って、みりんどったことが、何十年経ったら、あんなふうに私、聞いておりましたって言うと、この長寿、これが、現実のこと、表現が、長寿となって、整理されてる。那么老师说呢、这个善知识的教化、这个需要时间来调熟啦，这个很重要啦。那么老师就说，在座的各位，你可能也有这样的相似的经验啦，啊，像你们有的学佛几十年、十几年、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啦，那么你们其中或许有人已经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信心决定了啦，已经一念发起了啦，可是经过一再的重文、一再的重文，后来你发现原来自己的信心决定是假的啦。是自己自以为是啊，好，那么能够发现自己以前想错了，啊，那个就是时间的调手，那么这个调手就需要这个善知识的教化，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调手。我该自己做么？什么事不做啊？我们今年啊，做什么事啊？所以我做完呢，其实在这个。自分の思いが間違ってい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に気がつく、気づかせてもらう。那么我们会发现以前的想法错误了，有没有？啊，这个就是时间的啦。好，
길가뜬곳에들어와이장이없고가부도없는데장이있어야지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想法错误最好的就是忏悔이어떤가손나무도내한테해주기손나무도내한테해주기손나무도내한테해就说知道自己错了哈，不要为自己找理由，不认错。我说的是不认错，不要这种心态。知道自己错，就是呢，老师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忏悔，认错，然后接受正确的教法。那个南边木，南边木，我就木啊，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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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間に聞き損ないもあります。聞き損ながないような聞き方が始まらできない。那么老师说，我们文法重在这个不断的重文，不断的听闻，因为我们人啊，不可能啊，一听呢、啊、就百分之百的接受，我们会填个绕高题啊，所以你要不断的重文，不断的听闻，不断的听闻，啊，你当你不断的听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经常不听表。你会有这样的心出来，你会有这样的发现出来。龙岩啥子事有事的么？南边么南边么，基地都过来是哪个啦？开始摸的，我这谁开始怎么了？因为老师说，我们凡夫都是用我们的啊，我只在听话啦，啊，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听多么好的真理呢。我们都会听漏的啦，啊，会漏听的啦，所以要不那个要断的听闻，不断的听闻。啊，你们家那娃在说几句都不来话，你们现在听那个不用听了嘛？我来说了空话。哎，啊，先这次给你们小的，哎，那么我那个。可以追问吗？好。哎，那个刚才讲的是道话题哈，为什么会？又回人间，那个经典不是讲说，在极乐世界的莲花苞里面，然后观世音菩萨为他说法，这个经文里面。先生啊，お経の中にね、その天の往生してあそこで観音菩薩の説法を聞いて、それからその腹開いて仏を見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表説ありますが、どうしてこの天道からまた人間に生まれてまた。それから本当の、王女ですかと。向こうを聞くのは、人間世界の中で知恵なの。那么老师说，这个三生火碎呢，最主要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要闻这个佛法，唯有得这个人生，你才能够得闻到这个佛法。阿弥陀仏の お心をいただくのは人間の世界生まれてきて初めていただけるの。你要能够如实的领受这个弥陀的佛心呢，唯有得这个人生呢，你才能够如实的领受弥陀的佛心哦。人間の世界なかったら阿弥陀仏の心の中いただかれへんやん。如果呢，你不是得这个人生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如实的领受弥陀的佛心了。嗯，所以我刚才做了一种。老师说，我们要好好的，就是说。お母さんの慈悲は、パパやママの慈悲は、赤ん坊でなかったら来れへん。で、人間の子供でなかったら来れへん。老师说呢，我们要好好的领受哈，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那么老师又举了一个例子呢，如果不是这个 baby 的话，如果不是这个小朋友的话，他不会如实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哎，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呢，爸爸妈妈的话是不听的话，那你那个孩子不呢？老师说呢，这个爸爸妈妈的话能够深深的印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是因为他不断的重温，不断的听，不断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孩子就带来了。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从小没有住在爸爸妈妈的身边啊，就是跟爸爸分开住啊，爸爸妈妈对他影响力就没那么强了哦。对了，我的爸爸妈妈
自分の子供を手元に引っ張り込むだけの可愛がり方を専用のパワーやママやったらダメなんだもん。所以老师说，如果有孩子的话，尽量把孩子呢带在身边，要把孩子带在身边，这样的爸爸妈妈才是真正的爸爸妈妈哦。这个孩子们呢，我在心中我挂上这一种认为一般注意。那么老师说，我的妈妈啊，有这个我的妈妈这样的人，她最强，力量最大。私のママやママ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子供として信念が強いです。那个老师在同样的话，就说有这个我的妈妈，有这样子的，有我的妈妈这样的人啊，他就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啊，他都能够坚强的熬下去。子供爸爸妈妈一般爸爸妈妈都思っている時代が一番強い。昔はね、私らの小さい時は世界で一番偉いのは誰か、うちのおばあちゃん。他们老师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呢，都会被问呢，世界上最大的人是谁呀？那么老师他们那时候都会说，奶奶呀，祖母最伟大。学校で慣れていきますとね、家持って帰って、おばあちゃんにみんな報告する。そしたらね、小学校の先生が、日本武道館部なんかないって言いよったって。あんなこと言うと先生はバカやなって。そしたらおばあちゃんが、その通りやって。因为以前都是大家庭嘛，小朋友都是阿妈一手带大啦。那么就是对小朋友来讲，世界上最大就是阿妈手托啦。那么当他们上学啦，开始上学校以后，他们在学校学了什么回来都跟阿妈报告啦，那么有一次老师他在学校听老师讲，老师教他们说哈，世界上是没有极乐没有地狱的啦。那么他回来就跟阿妈报告啊，阿妈，我今天在学校里听老师说哈，世界上没有极乐，没有地狱哦。那嘞，阿妈笨笨。那么阿妈就跟他说，说世界上没有地狱，没有极乐的老师哈是笨蛋。所以他就以为老师是笨蛋。爸爸呢，基本也来干什么？就是说他小朋友对奶奶是绝对的幸福的啊。何でもおばあちゃんとこ行って尋ねたの。所以不论他有什么疑问啊，阿妈都很遵守。老师练习一定简单。そんなこと言うとる先生はバカやって言われたら、でもバカの言うことは聞かないって言って、子供にな、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うこと聞いたの。那么阿妈公黑老师哈是公的呀，因为阿妈公老师是公的，所以就不爱听老师讲，要听阿妈讲。他们哥就是说时代的变迁呢，这边变成小家庭制度啦，那么干嘛掉社会啊？所以这边囡仔不爱听阿妈讲，哎，要听妈妈的声啊。先生，这个能不能再给我讲？那这边我们继续下面的问题呢？他问说这个在台湾呢，有人认为法阿含才是释迦佛的原始。真说了那么他要问那个老师对这个看法如何了先生啊，台湾台湾呢，今呢，その雑談を暗号表ですね。これが本当のあの釈尊のあの本当の説法ですが、先生の見方はいかがですか？暗号も結構ですけどね。お寺様が暗号を解かれるだけな大門。最後までアモンばっかりやっておられたからそうじゃないの。でも老师说構造犯罪保険犯罪で5時の行進は你来写一下黑板に。对不起因为我感冒都是痛的这个我平时那个华严华严那个还在热的，直接叫。热的开始哎啊啊！阿公，让他加热一点。
感恩。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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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师说，这个欧韩经虽然是很好啊，但是大家知道哦，释迦牟尼佛有从头到尾都在讲欧韩经吗？没有，他只是一开始他讲那个一开始他是讲华严经啊。那么华严经因为太庞大了，是佛证悟的世界啊，众生就是不对机，所以呢，他会有这个讲这个初机的那个欧韩啊。这个话我我都看见好几年了。我的做这些我喜欢那些。做给我的几个问题呢。我是在你公寓我的有。我也得这里。讲到这个欧韩呢，老师就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典故哈，这个在东这个，这个啊，三九呢，阿文都可以做一做的。他呢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教授呢，他用三十年时间专门研究欧韩经哦。不是，三九年的，台湾的，台湾外面的。那么当他大学那个教授那个退休的时候呢，那个日本电视台啊，国家电视台 NHK 呢，电视台访问他，请他上电视访问他啦，就请问这个在古文雄教授啦，啊，请问他一个问题呀、啊。对对，三九年要不要得呢？哎，我在后头给你，给你提个录像啊呢。あなたは30年間阿文の研究を中大学でやられましたね、一体お寺様ってどういう人ですかとこういう言うて尋ねたら、这个 NHK 的这个记者啊就访问他啊，在电视台公开的访问他，就是那个主持人啊，就请问教授啊，您用了3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欧韩经呐、啊，请问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什么样的佛啊？我现在不马上研究了。我现在他妈呢，也可以不断的说，我就跟他们在说。那么呢？说句话。那么这个真古文雄教授呢，他回答这句话非常的震撼呐、啊。那么老师听到这句话非常感动啊，他回答什么呢？他说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果然不却是佛陀。那个公妈三年了呢，30年也是，我现在他妈我都被他妈也丢了。他用了30年的时间啊，才知道说为什么，就是说才知道释迦牟尼佛之所以为佛陀的理由在哪里了。对了，我现在他妈说。勉強でも研究でもそのぐらいでなかったら、お釈迦様はどんな人かというのはわからない。那么老师说呢，光是佛陀而已哦，都用30年时间去研究才知道佛是佛。这个我们刚才讲呢，その時に30年阿弥陀研究ばかりやって、それをお釈迦様はどんな人ですかって言われたら、お釈迦様はね。やっぱり仏様です。ほんで終わり。就说，当那个公开访问这个郑古文雄先生啊，老师的哈、啊，那么他就回答这么一句话，那个记者就问他，请问呢，教授用了30年时间呢、啊、来研究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请问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啊？哈、啊，他说呢，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果然不却是佛陀，果然呐、啊，就是说呢，他用了30年才知道说什么是佛，
你是个阿弥陀佛的呢。人多他妈的嘛，人多也也呢。哎。所以呢，三年内呢，人就死呢。哎。人多他妈的，多难做的事。哎。人多他妈的，やっぱりただもんじゃありません。哎。あれは、仏様の胸のあれです。哦。那么老师说，我们在这各位，我们是那个，我们是那个。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台湾人啊，哈，这个很难讲的哈，就是说我们是啊中国人啊哈。那么三老大师是我们中国的祖师啦哈。那么大家可以用30年的时间去研究善导大师，要等大家用30年时间去研究善导大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善导大师果然不哈，果然是阿弥陀佛的再来。对。说哪得了？啊。老师说你用30年时间能够讲出这么一句话来，了不起。そのぐらいの一年一年の仏教の文法も一つのことに徹底する。所以老师说用一遍的时间去专注一个一点啊，去研钻研的话，你就是就这就是成功了啦。あれやこれやらこれやらあれやって言うて、たくさん聞いていたってそんなもん、耳ばっか。老师说你有用心去钻研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能一门深入。你如果学很多的话，就是只有这个，就是说知道而已啊。真是相当的啊！他第三个问题说呢，阿弥陀佛的伟大是多神论跟一神论的结合演变而来的啊。这个在台湾也有法师这样子认为啊。好，先生啊，日本に多いでも台湾に多いでもね、阿弥陀仏の一体さはこれは他神論と一神論の結合ですと。先生の見方はどうですか？他神論。他信龙的一信龙的结合，他啊，那我我以啊，那他信龙，多神论跟一神论，他信啊，他信龙的一信龙的，哎，那结合，那结合对吧？我那时候有点，我基督教的影响很重。老师说会讲这个，是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你知道吗？老师说，如果那个是佛教徒的话，就是不应该讲这样的话，讲说阿弥陀佛的伟大是多神论跟一神论的结合演变的人，佛教徒不应该讲这样的话。老师说，我们要知道阿弥陀佛为何而来呀、啊？他是哈那个，你看那个世尊啊，哈为说明佛本愿海。他信奉的这个信奉的基督教的基督教的影响，老师说这个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才会有这样的发言出来。还有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那个犹太教，犹太教，基督教犹太教的，英文的一点。先生次の問題ですけれども、本願のその他的接下来问题，他问说哈，本愿三文啊，就是本愿文跟附属文跟成就文啊，如实的解说出来好吗？啊，先生本願文と成就文と附属文のそのそれを詳しく説明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と。妈妈，你写一下。对不起，我先去洗手间。啊。对不起，我先去洗手间。先写附属文是吧？附属三文这里就比较那个。但是可能老师会划线什么的。好。附属文。附加文啊，星期五十八号。星期天啊，星期天开始，按时两遍，注意点。我先去洗手间，再来。
你想只成就，伊讲三门拢要写，三门拢要写，三门，下华华，下七条好。这边你不要注意。你那改变无错哦。对吧？三点半过来。有啊，这样我们都有梦中啊，一般都一直
那么老师说呢，这个文一念哈，是这个本愿文跟成就文的那个精华精髓所在。我就说哟，我是这个。嗨。我说这个音给我来这个音啊。嗨。我说我没有不满这个音的。嗨。我没有不满这个音。好，那么呢，就是说要辅助这两个的呢，老师说这个佛语理论真的是不用的。不用。重点在后面这里。那个啊，嗨，我也不知道，我心情感觉那几天，嗨，我们那个还是什么的，嗨，那个说我们一般小用的，嗨，那么呢，一般这个愿文的哈，这个三心十念呢，都在这个文里面呢。所以在日本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文，这个文理字它非常有重量。那个红安有什么红安工作，有什么什么红安的，问的我这不问的那个也有什么的问题，有关系问题。所以呢，就是说结合这个本愿文跟成就文啊，是以这个文是的，所以我们是连接这个文，好，文这个字。哎，基督徒有我们那个呢？哎，我们全部还做。哎，好，所以这个文一字里面呢，它已经包含整个十大愿的愿文了。所以这个呢？哎，不是父母。不是父母啊，不然我嘛，不然嘛。プロちゃんのところ終わりできてあるんだよ。はいはい。ここまで言わなくてもいいんですよ。はい。老师说呢，你这个文真正通的人啊，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老师说最重要在前面这两个，愿文跟成就文。一番大事なのは。はい。問題に。はい。あそこです。老师说最重要的，对我们凡夫而言，最重要是这个文字。これを外したらもう、全部用心精神を、にはしても。老师说，如果忽视这个文字的话呢，就会失去那个大乘佛教的精神了。だから、もう需要的。所以在日本呢，那个瑞金老师他有跟老师讲，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钻研这个文字，文这个字。那么文啊，文要文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说，一念不动，不发心，南无起不。啊。所以就这样，我所以呢，念不过多少话哩？文呐。不念不过哩。就是当你能够闻到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闻到这个的话，你就毕业了。四十八愿念不完的。啊，四十八愿你也毕业了。四十八愿，我们都念不完，但是念不完的哟。老师说。如果这个文一字你没有真正的领略的话呢，即使你会把四十八愿倒背如流啊，你也没有办法跟弥陀的佛心起相应哦。是在这个佛这个文一字跟佛心起相应的哦。所以，哎呀，现在我们那个的，你这心我没有做不了一点。哎，也是。那么也是，我们的开山祖师也就是着重在这个文一字呢。所以在被封为这个鉴真大师了。这个，就是一般在运动啊，九八年运动，九八年做九十运动，我在这个一般在运动啊，九八年九十运动，我们一，我们话在运动上面咋了？我心里一个就。老师说呢，这个。本愿文啊，跟这个成就文呢，啊，他们
因为这个本愿文它包含在这个文里字里面呢，当这个文真正变成是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当下就是信心决定的。你不用说信心决定，你当下已经是信心决定了哦。那个东南亚中有这个题目，一点点，所以老师又跟中国就说十大愿哈，第十大愿呢，它包含的这个文这个字里面。问你满足不得，那个再怎么办？如果你在这个文对这个文理字没有起这种满足的心的话呢，哎，你就是没有力量。这个文字是什么？这个文是什么呢？安家文字大事でもって、お前を必ず助けるぞ。そんだけ思って。老师说这个文呢，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慈悲心要救度我们，完的。这个几个？这样子可以吗？我是蒙了，在你们录音这个来哟。这样子心服口服了吗？行的依恋跟细的依恋就啊，不过行跟个人先生啊，今日の一年と死の一年お願いできますか？今日の一年はね。はい。死の一年は必ず今日の一年となって流れてる。那么老师说，你真正起信的人，你信的一念一定要转这个起的一念出来。如果你没有信一念的人，你一定不会有行的一念出来。那么之所以会强调行一念的人，是因为他自己的心太强的缘故，所以他才会强调这个新的一念。一念を選ぶは無念の本当を表しないというね。一年という時は、阿弥陀仏の無碍光の御利益を言うねんな。那么为什么讲一念呢？这一念是在显示阿弥陀佛的法德哦，法德这个一年就讲呢。一年，所以我们讲一念一念呢，你这个一念是在讲信一念还是讲行一念呢？用的一念呢，就能够我要一个有点呢，用的一念呢，我要一个在内有感。那么老师要说，我们要知道哦，行一念，我们对我们凡夫是做不来的。
その四十八巻成就して、小学の皆と成り立もうと。成就して、はい。小学の皆と成り立もう。神のおかげに、そう皆、こういうお金など定まれぬと。四十八巻が成就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はい。門が成就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はい。那么老师说呢，刚才我们说心的一念在哪里呢？好，老师说这个心的一念呢，这个阿弥陀佛已经成就四十八愿，好，已经成就四十八愿，他已经这个成了这个正觉的，已经是正觉的弥陀了，有这样子这个正理摆在前面的，你还不满足吗？你还在求什么呢？神の南無阿弥陀佛ができてくださったという。はい。所以老师又跟我们说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为我而成就的哦。有这个你还不够吗？私の南無阿弥陀佛。我的南无阿弥陀佛。私のための南無阿弥陀佛やったら、門の一心の中全部入ってます。老师说，当你有如实有这种我的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你就已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了。それにまだやね、はい、行の一年がこうやというな、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たら、はい、老师说你有这个真的有这种如实的我的南无阿弥陀佛有这种信念出来的话呢，你就不用去强调心一念的、だから私の方から言うたら、はい、阿弥陀仏の南無阿弥陀仏南无阿弥陀佛就告诉你了，从此我无碍。所以老师说，对我而言呢，能够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满足了。南无阿弥陀佛，你马上顺风而入啊！有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还不满足吗？你还需要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我十分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已经够了，十分的是够了，南无阿弥陀佛够了。有这一句就我们就够了，够用了。だから、南無の授業いただいたら、四十八願成就しての、その南無阿弥陀佛になりたもんだというときは、南無阿弥陀佛となってくださったと。私がその南無阿弥陀佛を唱えていたとすると、こういうふうに違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你受大无量寿经有没有？原来这整个一部《大无量寿经》化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来给我们呢、这样就够了啊！哎，私の南無阿弥陀佛になってくださった。这个《大无量寿经》化为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为我而来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个阿多啊，その六十の。如来様の在意を聞くだけ。所以老师说，你有这种信念出来以后，要闻什么呢？闻那个阿弥陀佛的慈悲心，闻阿弥陀佛的慈悲心。知らせてもらうだけ。我们只有闻受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而已啊。だから文言妙法それ一つで十分。所以闻其名号四个字就够了。阿弥陀佛说，そんな難しいことおっしゃらん。老师公阿弥陀佛喽，他不会跟你讲很那个很艰涩难懂的文字的、这样子够了吗？先生も終わります。我でもですね、英語します。他问说呢，我们要如何感受领略你那道本愿力的自心回向？那么老师说呢，这个闻其名号，
不是我能够闻哦，是阿弥陀佛让我闻哦，这是上重要的所在。你看后面这里有啊，自心回向来。这句自心回向请过来哦，是佛自心回向给我们，我们才能够闻起名号的哦。阿弥陀佛回向我安来哦。だから法然上人がね、千年千無常と、千遍唱えられたら千遍でも満点や。就是因为是阿弥陀佛自心回向给我们的，所以法人那个上人他才说呢，千念千无上啊，百念百无上百无上，然后十念十无上，一念一无上，为什么？因为都是阿弥陀佛回向给我们的，所以每一句都是满分。一念那个念佛，也是因为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回向给我们，所以呢，那个我一念，那个当下就是满分，就是圆满。六年末满天，不管啊，你是一念也好，十念也好，百念也好，千年也好，都是满分的。不是满天也当然 OK。满分的话就 OK 了啦，你还有什么不 OK 的呢？阿弥陀佛，再来一个，六转来，一个妙来。老师说呢，阿弥陀佛，你准备好阿的物件，无缺点啦，特别欢乐啦。哎呀，俺们家不做，大丈夫。所以我们也不合格的
人要刮胡，你是要？啊？有没有想问什么？给你这边问。啊？好像问真心测道。真心测道。嗯。今年的去，这边看头这边看呢，就讲拜三不能去华莲寺，拜三拜几遍？哈？拜三拜几遍能华莲寺的？我到了，我怎么来看？哎，这个老师首先要我们明白，什么是佛法？佛法是法。那么这个佛法呢，归在这个缘字啊，那这个缘在讲什么呢？讲这个素善。这里的素善，大家听好哦，这个素善的善，它并非是善恶的善哦，它是这个善是指这个缘，就是老师刚好现在老师挡住了，就是这个珍惜这个文法的这个缘有没有？不断的重复的文，重复的文，重复的重复的结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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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缘。当你这样子不断的累积不断累积文法，这个呢，那个时间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从以前所累积到现在呢，所累积的缘呢，成熟的时候，自然你就能够发光，自然就有力量出来。可以。概念的问题。哎。中国呢，可能是什么呢？哎。这个佛法它就是有功德，有佛的功德在啊，所以你每次闻法都不会白费啊。你这样子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呢，它这个呢就会发因缘成熟呢，它就会发出这个光，发出这个力量出来。现在呢，一直都我都给你忽略了。所以这个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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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做个啥哩事？我这现在就没啦，没啦。所以老师说不要想看我每一次那个拜佛，只要我们拜一次佛，有没有那个佛的功德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业里面来。好，然后你这样子那个佛，他佛的功德进入到我们血液呢，他会停留在我们的体内啊，然后当这个时机成熟之后呢，那个佛的功德就会从你的那个色身呢，就会发出那个光，发出那个力量出来呢，然后人家就会愿意来亲近你，听你讲这个佛法。那个好，所以老师说这个善啊，善字里面呢，它是充满了这个佛的德分的啊，德分的。所以老师说要我们要接触好的东西。那么老师说在我们这个世间最好的东西就是礼佛。那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佛呢，佛的得分呢，就会进入我们的那个生活业里面来啊。所以呢，你越偏就是越多机会接触这个佛的话呢，你受到的得分越多呢。那么老师就说，我们现在有小朋友来呀，像这小朋友从小就跟着奶奶啊，跟着妈妈来礼佛，他从小就接受到佛的德分。老师说这孩子不得了，他长大之后那个人格啊，这个了不起呀，哈。所以说呢，中国呢，看哪来是好哪来的，中国好哪来的。那么这个是老师说为什么这个德分很重要呢？因为这个德不孤啊，必有邻啊，必有邻。因为这个德他会遗传，会传染给别人。那个说灵啊，我觉得不太很准确，我这个他们在跟你说。その中国は社会に広がっている、その信者ができたら、その地域が向こうの地域になっていくんです。所以一个地方有出现一个念佛人的话，有一个念佛人的话呢，那个地方就会出现很多念佛的人，这就是德不孤必有邻呐。だから決して自分一個人の温度違うんですよ。对，所以老师说这个得分，佛的得分呢，绝对不会个人独享。当你受到佛的得分之后，一定会分出去跟别人分享。本当のものに触れるというと、本当のものが広がっていくの。悪いものが触れると、悪いものに染まっていくの。那么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受到这个我们说的染污的啦。我们遇到好的东西，我们就熏习为好的。我们遇到不好的东西，我们变。